以來冇。咁咧，我發覺咧有一樣嘢我就忘記咗拍嘅。咁發覺我之前遊俠咧，我每一場都有拍。咁唯有我都拍一拍今次啊呢、這個遊俠啦，咁樣咁就湊成一 set 咁樣，感覺非常良好啦。好啦，咁我打呢個木騎嘅高級，咁咧就一如以往啦，都唔算好難打嘅呢、這個木騎嘅高級。咁我就揀一揀隊員先。好啦，咁我就配咗對火隊去打啦。咁一陣你就可以見到噶啦。啊，冇乜火隊嘅嘴，哎，有啦。揀个劲啲嘅先，唔好揀太劲，揀个低啲少少。好啦，咁呢队咧就我嘅豪华火队啦，都几豪华噶。你见到有火模啦，咁火模练到去进化咗啦，同埋33呢啦咁样。系啦，咁我因为冇转身嘅关系，咁我就放一只二界龙啦，咁又可以撑下血啦。系啦，我哋转身系未升嘅，啊冇，我转身我要一只。咦，我兩隻轉心喎，原來 OK 喎，係啦，我冇轉熟啫，因為我只黑啊，我只火狗未升嘅，係啦，咁樣仲有隻未升嘅紅月啦，咁你見到個血量大概去到啊，你見唔到嘅，我計咗啦，咁大概去到啊13000左右，咁都非常之穩定嘅，咁啲技能又唔算係好啦，咁但係可以試下嘅，我相信都能夠打得贏高級嘅 ，OK 開波。好，一开始又唔使太紧张嘅，有好多时间，可以放埋嚟打嘅。诶，我话放埋嚟打，点知杀咗添？哦，冇电啦，插电先。没电啦，没电啦。咦，冇反應嘅，插電咗喂，等一陣啊，有冇插電呢？欸，又插電啦 ，good， 繼續。哇，原來咁猛嘅。好猛烈啊！我啲攻勢，其實呢場咧，除咗我話咗要完成打木油之外咧，其實都想試下啲巫女啦，又試下啲魔族嘅，係啦。咁我自己覺得咧，感覺上咧，純色隊開始要被興起來，因為近排出嘅卡都係好多都係同令到純色更加強，咁後面官方係有意想增強純色隊嘅實力啦，有意想減弱獸隊嘅實力啦，冇玩獸隊啊，大家獸隊都悶啊，轉少少都好啊，妖獸隊，妖獸隊都唔錯，轉少少夠啦。好啦，咁我話要草技呢就唔記得咗嘅，成日都係咁嘅。哎呀，好痛啊！有啲太痛嘅關係，我啲牛底。又唔可以太大力打佢，一陣佢發脾氣死咗咁，我就重唔到技啦。Good。佢发木王数数嚟打，数数，哎呀，杀咗啦又，不成功啊今次，对于放慢嚟打呢样嘢，系啦，咁你见到咧，我差唔多进入去第七 round 啦，咁应该系有强化盾嘅佢咧，咁我就需要，由于我个包神未满啦，我就做定一啲强化石出嚟先。用嚟擺嘅，做完之後，
哇，呢一关都好痛啊！你知唔？阵以待。转错咗添。诶、大镬啦！唔小心怼烂埋佢，咁我结果系仲未储到红月月技嘅，因为红月未升过。唉、你估挨埋到咧？六 round， 想办法回去先。哎呀，转流咗些心添，手痕痕咁样。激死我！系啦，佢又杀唔到我，咁啊非常好啦。咁我因为纯粹系想试下红月嘅技能。姐姐，诶，佢够一万，三个 CD 应该都回得到，冇问题啦。咁我再等下先。诶，我嘅包神都已经差唔多 OK 啦吧。very good， 咁一陣可以嚟個大爆發。咦，我原來仲捱多一turn喎，該會仲未滿到啊，咁慢噶，所以話咧升技能係好重要，大家有冇升技能啊？你哋？冇就快升啦！好，咁我啲技差唔多滿啦，咁係時候一次過爆曬佢，睇下爆唔爆得死佢啦。希望能夠爆得死佢啦。嗱，跟住咧，燒多啲其他豬。攻擊力提升1.5倍，再用埋。毒碑癲神體嘅技能，好啦，跟住落嚟咧就係最頭痛嗰 part 啦，因為要睇下點轉，好痛苦啊！我成日覺得睇呢啲好鬼難睇。非常好，哇！27萬啊，黐線噶！射好射啊！好啦，這個咧就是非常之犀利嘅，開曬啲技係咁射埋佢。其實我火堆而家都仲未算係好完整嘅火堆 ，at least 我冇轉熟啦，跟住又我有兩個轉心啦咁樣，咁但係其實都唔算係好犀利啦。我又冇希神啦，又冇埃及神又好雞肋嘅擺喺呢一度。系啦，咁唔系打木嘅关卡，基本上我摆都冇乜用，系啦。咁啊，之前练咗少少，咁就系嗰时打唔记得边关打木嘅关卡，我就练咗嘅，系啦。咁大家呢队咧就系、是、嗰、那个爆发力啊，大家提到就系嗰个魔族啦，再加上巫女啦，巫女本身系爆发力嘅卡嚟嘅，你见到，因为攻击力提升1.5倍啦，跟住伤害又提升1.5倍啦，所以咧呢、這个真系都非常之暴力嘅。系啦，原来佢仲有开咗技之后咧，火属性嘅辐射掉落率提升，原来我一直都冇留意到。系啦，咁你见到呢个开关技嘅巫女啦，咁亦都有一定嘅用处啦，咁即系暴力嘅纯色队就来临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呢队咧最好就应该要多啲血嘅，如果唔系咧，巫女嘅比较亏啦，因为佢会受到1.5倍嘅伤害啦，所以你见到一直都冇开到，我都惊中间会死嘅，因为我呢对回复力系好低嘅，冇乜练。系啦，如果练埋魔族咧，咁应该回复力啊、血啊嗰样嘢都会唔错嘅。系啦，另一边配包神又好啦，因为可以出到好多强化嘅强化石啦。就系咁啦，呢对就系我嘅火队啦。咁样今日任务完成啊！
又打了木队，又试了红月，又试了火魔女，就是这样啦，拜拜。